咁啊，小伙子出嚟做下嘢，好快就男人即系唔系钱就女噶啦。咁通常男仔出嚟做咗几年嘢咧，事业开始稳定啦。咁跟住開始第二樣嘢，經常都會犯嘅咧就係女啦。咁有啲人會話你唔陪佢啦，即係你要做嘢，我好忙咯，你冇時間陪我咯。經常都會面對嘅。咁就去到呢時候咧，就開始會有啲關卡會出現，而跟住呢隻歌正正就係講緊呢件事，而且佢係失敗咗，因為呢個關卡係過唔到嘅，寫呢歌嗰個人。或者佢寫呢個故事，佢係過唔到呢一關。但係我希望各位情侶都捱得過呢一關。男仔做嘢俾心機咧係好事，好怪嘅。係啦，有冇男仔係俾人怪過呢啲啊？係冇嘅，即係淨得我啫。OK， 即管聽下我嘅故事。跟住呢個歌叫《內疚》，係普通話歌嚟嘅，係陳奕迅。有冇人聽過陳奕迅嘅歌嚟嘅？咁啊，呢、這個歌幾講得幾穿幾通透嘅，講即因為一啲嘢，屋企有個女人走咗啦。想送呢個歌俾大家，希望各位男仔都唔好遇到呢件事啊！萬一真係遇到，記得攞呢個歌出嚟聽，陪你一齊經過呢段時間。就知道你的好，我就知道你有多重要。我曾经知道不睡觉对身体不好，你是我的安眠药。想知道，不管忙，问问你好，你总改不掉。宝宝的哭声听不到，我的音响太吵，你怎么也闻不着。最小的眉头，却不想去虚头，暂时的去到空中游。每当我回头，你就是白痴手，两个回忆中的双眸。Yeah.
求。